我有这样吗？今日我同妈妈去参观动物园，见到好多可爱嘅小动物。妈妈就同我讲：你以前系 B B 嘅时候呢 ？B B 嘅时候，我有咁样咩？你 B B 嘅时候就好似一只小袋鼠咁，好细好细。我有咁样咩？我明明就生得咁高。当然有啦，你睇下。袋鼠妈妈会将小袋鼠放在袋入面。你细个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用咩带或者手抱住你去街噶。喺你 B B 的时候，就好似一只鸭仔咁，呱呱叫，叫到唔识停啊！我有咁样嘅咩？我明明就冇呱呱叫，我识得好清楚咁讲嘢噶。你听下，买嗰个俾我得唔得啊？是的，你而家识得好清楚咁表达自己啦。你 B B 嘅时候就好似一只鸵鸟咁，啲头发好短噶。我有咁样嘅咩？我啲头发明明可以长到扎边、啊。因为你啲头发越生越长啊嘛。你 B B 嘅时候就好似小猪仔咁，净系识饮妈妈奶奶。我有咁样嘅咩？我明明乜都中意食。系啊，而家你仲识得自己用餐具食嘢，又识得用杯饮嘢添啊！你 B B 嘅时候就好似一只小狮子咁，一日到黑都喺度瞓觉。我有咁样嘅咩？我明明就擘大眼睛好精神、啊，因为你而家大个，唔再需要成日瞓觉啦。喺你 B B 嘅时候，就好似一只河马咁，净系得几只牙仔。我有咁样嘅咩？我明明就成排牙。你睇下，我仲可以食到香口胶添啊！系、哦，不如你睇下你多啲定系河马多啲啊？梗系我啦！喺你 B B 嘅时候，就好似一条鳄鱼咁。净系识得爬啊爬，爬啊爬，唔识得行路噶。我有咁样嘅咩？我明明就识行路，你睇下我跑得几快，我仲识得用对脚去跳舞，又去踢波添。喺你 B B 嘅时候，就好似一只小象咁，会周围屙 wee wee 屙 poo poo 噶。我有咁样嘅咩？我明明就识得去厕所，咁就啱啦。你而家识得同大人讲要去厕所，唔需要再着尿片，仲识得去完厕所洗手啊。喺你 B B 嘅时候，就好似一只树熊咁，最中意爬喺妈妈背脊嗰度孭住行。真系噶？我有咁样咩？我真系有咁样咩？点会啊！我好中意食菜，我可以喺好高嘅地方跳落嚟，重嘅嘢我都可以举到好高好高。我又识得单脚企，又可以爬上去树干度揈下揈下。我识得自己一个睇书，我仲系妈妈嘅好帮手添啊！冇可能噶！啊，我知道啦，因为我已经长大啦。但是我依然好鍾意俾媽媽孭住㗎。